是白蜡油。难道这种大米打过蜡，所以才这么白？这个大米有问题。究竟是谁？我确实靖远王的暗卫，我来找你是因为今日在集市上，那渊镇王府的林洛锦发现了其余大米作假。什么？修文？修文也去宫里了？问你的修文去吧。他去宫里吃炸药了。你是不是要为他说话？啊，我是想说。我就知道你果然想替他说话。不是，我来是为了不把他赶走，让他留在圣京，对吗？你现在一定很开心，别以为我之前失忆了，就忘记你们在城楼上，在街道上还斗群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记性可好得很。现在记性可还好啊？哦，还那么好啊？那就王妃，你这是缺钱了？哎呀，这是心，比心，爱心，来，比心，对啊，爱你的意思啊。爱妃，我也爱你哦。看来这种比心的方法真是不适合他，要不这样吧，夫君，爱你哦。爱妃，爱你哦。这是星吗？顶多是个桃子吧。商会大赛，没错，就在集市举办。这样，百姓不但可以参加，还可以围观，如此是最公平的。一举两得，这办法好。王爷与王妃竟然亲自为好友站台，真是太令人感动了。